秒，那分别哈、取出之后呢，最后呢再把它用自串的方式串在一起。那我写出来的程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把它稍微改写一下哈、OK， 那首先的话呢，这个部分我写的方法是用 for 回圈，那跟前面的我的写法比较一致哈、那写法的话，第一个当然我要知道我的范围，那范围部分的话呢，我从这个 y 哈、y 的话，这个地方我建一个 y 的一个变数。那取得就是呢，比如说 A 栏总共呢有几列，那取得比如说这边应该回传会有204列，那取得之后的话呢，也是跑一个回圈。那我想这个方法跟前面一样哈、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可以哈、取得现在的 second， 那特别注意哦，我这个地方哦可以用一个 second 的函数去取得什么呢，储存格里面的值。那储存格里面的值哈、因为我是根据第二栏，第二栏就是 B 栏的，但你这个地方2也可以把它改成 B 哈、就是前后加双引号的 B 栏的部分，那或者是写一个2就是第二栏。那特别注意我外面再多包一个什么呢，再多包一个 format， 那 format 因为它的格式里面呢最后需要两码，所以如果需要两码的话，我可以再加上一个 format 的一个格式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的话呢，主要就是说呢，你给它一个比如说秒，然后格式化之后呢，给它一个什么双引号00，就可以得到两位数字啊。如果说它是个位数字的话，自动会帮我把它再加上一位数。那同样的方式呢，分就 minutes， 好，然后呢10的话就 hour， 分别取得什么呢？十分秒，那丢给前面这个变数 smh， 好了之后的话，那最后我要输出到哪里呢？最后我要输出到 g， 啊，这个 g 栏。那 g 栏的话呢，一样的方法，我就在这个地方输出 i 的话就 i 列哈。然后呢7就是 G 啦，或者你打一个 G 啊，双引号也可以，那再把它们通通串在一起。那这个题目里面是要求就是说哈、要加一个底线，所以你分别取得 S 加一个底线， M 加一个底线啊，最后的话串出来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了。 OK， 好、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，这个时间反序的这个部分练习啊，好吧，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